小国服新战，为什么玩暗信？好久没玩暗信了，我感觉我有半年没玩过暗信了。哇，他这个怎么这么帅啊？一开始先别出啊，出这个砍兵好慢的，我直接来双鞋吧。MVP 那是赛季初就给了 MVP 加薪卡呀，我一直没用，我到赛季末才用。他攒被动恶心我，他手上那个剑一亮你就不要过去啊，过去挨打的属于是。哎，你们真的是有点奇奇怪怪的，这是吧，下个也不打了吗，就非要上来搞一波暗信，有点东西。凡人来了，兄弟们。去哪里寻找重造此剑的力量？好好好，俺半天惩戒是有点打不过他。哎，你没按到，没按到算了。哎，我可以进他野区偷他就是东西了吧，终于轮到我的回合了吧。啊，轮到我的回合了没？鸟呢？红呢？有猪有猪。他没吹到呀，那就不怪我了呀，你没吹到我就只能卖了，帅哥。他针对我哥哥什么鬼。哎，留不下来，气不气？你拿不拿鸟啊？我要逞的。嘿，哎，气不气？哎，我能跑。怎么说？他要五成了。空二。
我来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你怎么还回来了？哎，我跑了啊，我跑了。进了，进不在。哎，别啊，兄弟，我真的不相信你的二技能。哎，别，你这。你可真是好家伙呀！偷个鸟，偷个鸟！偷个猪，偷个猪！没有吗？我要跑，我再过来，我再偷，我要跑，我去按个惩戒。没按到，缴械呀，老弟！你家有没有蓝？那你家有没有野？啥都没有。哎，有有有有。哦，好爽！哦，好爽！哦。完了，原点东西，直接被抓了个正面。他干嘛？他是不是走到我脸上来了？我这忍得了？我第一时间我就去反弹的后，没有了。我准备去偷的。你怎么往那边走？再去带波线。哇，他们家两个野怪啊，快点啊，兄弟们，快点。你也看到了。那你还没有看到这一个吧，交给我了。哦，好爽啊。举头。还有东西吗？逛一圈。有没有个鸟啊？他们家懒人刷了呀，有没有东西呢？这我绕一绕。哎，他们家有东西了，快点偷。好爽啊。再见，我再去带线。有鸟了，快点拿鸟。这你也看到了。哎，我的。
他们家有红啊，我好兴奋呢、啊。啊，没拿到，没拿到，那就刚来。哎呀 ，A 不动了 ，A 不动了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我真是被他剪成复攻速了。转圈圈，再转圈圈。行了行了。嗯，有人抓我吗？来嬉戏一下。哼，哼。回波血，吃波药，逛两圈又是一条好汉，兄弟们。鸟刷了呀，偷起来！哎，怎么能放上路呢你？你放中路不好吗？这一战我是不是可以干大事去了，我来做大事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跟我打呢？哎呦，他突然变身了。这里有一个人头啊，哎，甲没了，什么？我们被偷了，完了，你，好吧，六六六，本来我去偷别人家的，别人把我们家偷了，没法吧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